我是先刷到了这个视频啊，我寻思这刷的这么牛，不太好买吧。然后我又刷到了这位博主，真的子服真的是 very shanky， 我不用买了。他说用这种扁头遮瑕刷，脚剪子剪得参差不齐之后，刷上卧蚕笔就 OK 了。开稿，扁头遮瑕刷先竖着给它剪碎，我用的是这种比较尖尖的剪子啊，这样比较好剪一点。再喷水，让它更打溜一点。然后蘸卧蚕笔，因为我头发比较深啊，蘸的是这种防水的眼线笔。搞得我好紧张啊，这能行吗？先看我这个眉毛啊，就是纯麻生眉毛啊，就是没太生出来。四六，四六，四六。行哎，就是我怎么刷的跟这个仙子毛一样，可能我这中间某一处剪得太秃了，但真的是那种毛感，你看我这边其实毛很少，你看这边马上就毛感了。然后我用这个鱼粉啊稍微描一下剩余这个眉毛空缺的地方，哇，很毛茸茸的感觉，就是离这么远都能看到这个眉毛真的是一根一根长的，离近看很细节，没有很假那种感觉，牛死了，真的。然后刚才还试了一下这种也是扁头的，但比它厚，你看它就不太行，这种薄的好用。你看我这边是刚刚拿眉笔画出来的，就是它就会比这种眉笔这种填色的看起来更自然，就真的是跟自己长得一样，这不就更实诚一点，这边就很通透那种感觉，我爱死了。挑战一下下睫毛啊，好，画不上别挑战，再大胆一点啊，试一下发际线能不能成，我好期待。画发际线也能行啊，快看看，啊，这是我画的，这一下你看就感觉这很浓密，很绝的是我用的是防水眼线笔，所以这个眉毛画完你看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真的可以啊，眉毛少的可以试试啊，爱死了。